开心，可以带到我们的超级红龙宝。哦，哦，这是我是我来台湾最喜欢的节目。红龙，真的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陪运桥比赛。哎呦，对，来这里然后已经圆梦。哎呀。三位魔王，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无名无利，思念的惊，心酸无地藏。怎么心情搁再爱别人，用多心等待你来找我。掌声的欢迎甜美女生陈韵乔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韵乔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有点紧张哎。从小听台语歌长大，没错，从小都是听那个台语歌长大。然后我在直播当中或者是现场的演出都会穿插一些台语歌，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自己小小的力量，然后把自己喜欢的台语歌分享给大家。对，那你有参加一些电视的演出吗？哦，之前有参加过那个平民巨星的比赛，然后那时候很开心可以在那个阶段拿到周冠军，然后跟游鸿明老师一起合唱《玻璃金杯》，那很开心，因为这首歌也让很多喜欢听台语歌的朋友，然后知道我，然后认识到我，而且点阅率很高哦。对对对，那时候还有五六十万，对对，五十多的，对，观看次数，对，观看次数。哎，那你对我们挺好的歌声有研究一番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他在舞台上的那种很。松弛感，就是松弛，你都看出来。不是的，我是说整个人现在有一个很自在，很自在，就伤了，就伤了。我就是说他的态度，对，很态度，很非常的放松，很享受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。是是，对，很不像在比赛。嗯，对，他是态度很松啊，我们是肉很松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讲啦，你别讲公语，记掉对吧？好，不过我对。巧巧有一点好奇，是你该不会是混血了吧？因为是不是有混到日本血统？日本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哎，其实没有，是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刘刘江啊，谢谢。哦，今天很开心可以带到我们的超级红龙宝。哦，这是我是我来台湾最喜欢的节目。红龙，真的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陪运桥比赛。哎呦，对，来这里然后已经圆梦。哎呀，喜欢吃台湾什么食物呢？我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。小笼什么？小笼包，还有珍珠奶茶啊，那个凤梨酥喜欢吗？凤梨很喜欢，大好きで，大好きで，喜欢，哎呦，可愛いね，大好きですね。あの悄悄さん，一旦帮我们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日本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很开心呢，可以站在这边呢，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台湾的比赛节目。那这个节目很特别，都是需要用台语打一卦去表演你的歌声。对，很希望大家可以不管喜欢听台歌，都一定要来多多观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你什么时候会模仿日本人讲话？但我跟你讲，如果现在转进来看的，以为说今天的魔王绝对是想说从日本请他来 PK 的。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表演，然后我也很喜欢模仿啊，对，就是自己这样乱揣摩，然后刚好身边有朋友，就是刚好那时候录影这样子，然后就帮我 po 上去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那种新著名的节目，然后那时候我问说，哎，请问可以请露露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？啊，谁是露露酱？就是我，我是露露酱。对对对，然后就说，不行的，不能去骗人嘞。有一句话就是叫你模仿啊，没有叫你超越，好吧？哎呦，我真的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，我都忘记我要问他什么了。你今天带什么歌？
哦，今天要带来的是《无你的金杯》，马上来进行《良心》甲《无你的金杯》。情定要爱无勇气。